女人最窝心。上年圣诞节的时候，我和我的好朋友阿妹和阿玲，我们一起去了买圣诞卡。阿妹和我们说，叫我们一人选一张自己最喜欢的圣诞卡，她说会寄给我们。我和阿玲二话不说，即刻走了去拎了自己最喜欢的张卡给她。没几耐之后，我们真的收到阿妹寄给我们的卡。打开一看，咦，好像不是我选的那张来的。但是张卡有点熟口面啊，张卡好像是阿玲选的，同时阿玲都收到我选的张卡。我们想着阿妹可能是不小心调转了我们张卡，谁知后来问她，她说她是特地这做的。阿妹说想借着这个方法将我们的卡交换，将我们三个的心意互相传递，互相连在一起。又是的，我收到的卡是阿玲选的，入面的字是阿妹写的，咁即系我同时收到两个人嘅心意。原来阿妹都几多鬼主意嘅、哦，但往往就系因为呢啲鬼主意，为我嘅生活带嚟更加多嘅快乐。其实生活中只要花多少少心思，就可以为你身边嘅人带嚟更多惊喜，为生活加添多一份情趣。不如你都试下好似阿妹咁，为你身边嘅人带嚟多一份惊喜啊！